就被淹没了。好不容易想出来的，对不对？总要把拿出来显摆显摆，对。哎，对喽，真不错啊，真好看，真好看。好嘞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姐妹们，谢谢姐妹们。好，咱们唱歌再刷，唱歌的时候再刷。咱们唱个，那。就是你们就刷着，然后我就现在就得开始唱，是吧？也行。日子过得太苦了，这个还得自己想，你知道吗？日子过得太苦了。酒起落，唱悲欢，唱离合，无关我。山开合，锣鼓响幽默，戏中情，戏外人，凭谁说？关将喜怒哀乐都融入粉墨。生死长川又如何？白骨清辉皆我，万事浮萍人肯烽火燃山河，违背未敢忘忧国，哪怕无人知我。人走过，不见旧颜色。长吁一曲来
像长记忆往，都有情，都有情自私哎呀，我的妈呀！刚掉凳了，刚掉凳了。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三台，这个三台不了，这个子会没有台。就是会不一，就是不一样。上三台那个是李玉刚的那个伴奏，是刚子哥的那个伴奏。没有，我听那个听三台听习惯了，然后。赤林就那个地方就忘了就把台给拆了，就变成拆台了。五台，对，三台毕竟不是谁都能唱的，三台学不来，学不会。出道即巅峰。琵琶行了，琵琶好像不太行，我琵琶好像不太行。BGM 跟我有什么关系？真是的 ，BGM 的事儿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对吧？又不是我唱的。对不对？我看一下啊，琵琶行不太行，对，琵琶不会弹。蜀道难，难于上青天。日出江花红胜火，春来江水绿如蓝，能不忆江南？好像念偏了，是不是？嗯，怎么过去的？哎，哦，一瞬间，不是我一瞬间就顺过去了。我背的是，江南皮什么来着？啊，对，蜀道下江南，对。没毛病。一须兮，呜呼哀哉，对吧？找一下伴奏啊。一须兮，江南好风景旧曾烟，蜀道之难，难于上青天。我忘了，我语文老师没教好我。我该唱哪个调的呢？背诗啊，这叫什么？念诗之王，对吧？
咱们背十一项挺好的，风景旧曾谙嘛，好吧，那就算它是旧曾谙吧，勉强算它是旧曾谙吧。我看这是什么调的来着？我看一下，我操，我找个调，你等我一下，唱这个应该就行了吧。总要有点对吧，会就是怎么说呢，总要有点缝缝补补的能力在身上吧，对不对？最痴眉扬眉，没了心如何相配，盼铃声清脆，帷幕间灯火幽微，我和你最天生一对，没了你才算原罪，没了心才好相配，你蓝绿我才灰，并肩行过山与水，你憔悴我听你明媚，是你吻开笔墨让我眼角珠泪，眼里和相与悲喜为谁，他们迂回无悔，我却只有你支配，问世间哪有更完美，兰花指捻红尘似水，三尺红台万事如歌吹，长别旧悲不成悲，十分红烛尽成灰，愿谁记得谁最好的年岁，你引我懂进退，苦乐都跟随，举手投足不违背，将谦卑温柔成绝对，你错我不肯对，你懵懂我梦寐，心火怎敢信仰堂之非，你哭我不曾为，疲倦我也不敢累，用什么暖你千岁，风雪一袭秋白发微，灯火微蕊幽州你眼眉，假如你舍一滴泪，假如老去我能陪，烟波里成灰也去得完美，没有了吗？我还以为后面还有。
啊？为什么要切手机刷？因为电脑滚太快了嘛，就是滚动。电脑提示不能发重复内容，好吧？原来是这样，哪路货多啊？这电脑屁事真多，管天管地还管人，就是拉屎放屁。哎呀，我的妈呀！土豆片的小号是哪个？在哪里？他有两个号。哦。你是怎么把土豆变成石榴籽的？你有点不符合生物学，你这个不符合进化论。你这是跳出三界之外，不在五行之中啊！你这科技都达不到的力量，你知道吗？这基因突变都不符合自然规律了，你这个有点问题，有点怪，你不属于我们这个世界，你知道吗？上次糖果宝宝让我不要两个号名字，不要一模一样。你这个就是说，糖果宝宝要你两个号要一模一样是吗？你这个不是双重否定吗？哦，对，待会，咱们待会唱。对，双重否定。看来我语文还是可以的嘛，真是的。有一说一，我语文还是不错的呀，会死我。对吧？别，这句话不能说，不能说，我不优秀，我不行，我没有文化。你这不是把我推上了风口浪尖？把我架在火上烤，你这话说出来有点问题。你是哪里来的小黑子？你吃过吗？你就不好，你居然还想吃！我的天哪，你好可怕！你果然是个小黑子，怪不得你要换一个小号。不是他，我说土豆片儿，那个石榴籽儿。哎呀，最近收集了一些不正经的歌，都放出来了，不行，不行，不能放了，唱歌，唱歌，唱歌，不正经的歌全都放出来了。儿子最近旅游去了，他去香港旅游去了。对，之前办了个签证，他出去旅游去了。对，一时半会回不来，你知道吗？
可能要一段时间吧。我要是你们太想他的话，我可以转告他一下，真的。你叫他回来吧。嗯，等会我发个微信语音，我发一个微信语音给他。等会啊，不要着急，我给他发个微信语音。哎，人呢？哪去了？你以为我骗你？你们你以为我骗你们？我真的给他发。那个公屏的妹子们说想你了，你快点回来啊！没有，你看。那个公屏的妹子们说想你了，你快点回来啊！那我真的发了，看吧，很实诚的，对不对？哎。我都给你们放了一遍了，他会回你吗？对吧？哟，他回消息了。OK。好了，他回我了。他跟我说 OK， 没打过架吧？我们相亲又相爱，相亲相爱的一家人，怎么可能打架呢？没有把你们当傻子，没有，绝对没有，绝对没有。看他什么时候回来吧。奇迹飘得太远，千万种表达在鸣沙中搁浅，沧海桑田一眼，弄死楼花的魂间，忽而又淡如轻烟，笔下有那么广袤的字的贡献，偏偏上前未出半片刻团圆。也许如果执念不沾染生离死别，不配当倾城之恋。此人情淡的桥段，周轮为老生常谈，其余你全不如病如膏肓一般，背叛萌芽在泪液里每一处柔软，原谅只无可转换，暗香弥漫为荣誉颓败的感情相传，无论后世我们传闻如何不堪，合上书中荒原每寸逆风的石楠，结局便与你无关。惊叹的桥段，周轮为老生常谈。
许你全部如病如膏肓一般，背叛磨牙在追忆里每一处柔软，原谅只无可转换，爱上你满为柔意对白的感情相转，无论后世我们传闻如何不堪，合上书中谎言没算你疯的实难，结局便与你无关。若还能拥抱彼此落泪也炽热温暖，寥寥数月情比封缄了遗憾，绽放前书永远圈在心底的石难，倔强芬芳了宛然，不知能向谁去借今世今生的一直相伴，岁月安稳又在梦里翻涌呐喊，时光剥离你我像一袭花每一生，却要被追回爬满。哎，大喇叭唱的真好听啊！大喇叭，哎呀，我等我复习一首歌啊，我都忘了，我前两天刚学会，哦不对，也不是前两天刚学，前两天刚唱过，之前会了，然后忘了，前两天又学了一下。哦，现在好像又忘了，我稍微听一下。极光片语，你们听过吗？对，之前学了，然后忘了，然后前两天又会了，现在好像又忘了。就现在这个波哥摸，我有点忘了，我听一听，我复习一下。对，我也不知道，我记忆就可能记忆就五分钟吧。这首歌4分58秒，然后过两秒钟我可能就不记得了，就五分钟的记忆了。就留给我唱这首歌的时间不多，就两秒钟，两秒钟不唱完可能就忘了。我觉得要给你们买一个，就是我觉得你们平常买键盘啊，就是得买一个问号金的按的，对吧？问号要是不金的按容易坏，你知道吗？就得猛猛按，哒哒哒哒哒哒。还是深牢的梦，幻想烈焰星空，你我该。单买一个问号机。对啊，我前两天刚这么说过。要你们还记得，你看来你们的记忆力比我好。公司键盘不怕，好家伙。哎，我记得之前有人做过一个什么东西，就是做了一个，就是类似于一个起爆器的一个东西，然后连接到电脑上面，只要一锤那个钮，然后就会按什么东西。
就比如说玩游戏的时候一锤那个钮就一锤那个钮就投降了，你知道吗？不是回车，就是一个你类似于那个什么那个什么导弹发射按钮，一个小正方形，然后有个盖儿，中间一个红色钮，那个东西就锤它一下就对，就投降啊什么的东西。今天看看有人用过那个东西，研究一下，对，那个好酷。我之前看别人玩那个炉石的时候就是的，就一键投降，你知道吗？你把那个当甲方锤，我觉得你怕是就是得买一箱，不然不够锤。我去研究一下那个东西怎么玩，好像很好玩的样子。可以，就一键那个，是吧？一键扣问号，锤一下，哒哒一排问号，然后发出去，多好玩！哎呀，我不敢唱这个歌，我怕我不会，我怕我又忘了。可以当领导锤嘛？你想把它当谁就把它当谁嘛。刚听完一遍，我怕我又忘了。可恶！当我锤你可太坏了，你怎么那么坏？不能这样，知道吗？要温柔一点。当谁都行，别当我就行了，别当我锤就行。真的，咱就是这么一个对吧说法。你想当谁当谁，就别当我就行。我经不得锤，锤多了我会哭的。我说我会哭，我也是随口那么一说，你们别信了，不是真的会哭啊。你看你这信了，你怎么那么单纯，太单纯了你。哎，怎么就信了呢？你们也太，那你这也太好骗了吧，太单纯了吧。你们这样以后出社会是会被骗的，你知道吗？海上一阵风吹起，白云涌向陆地，季风带走沙粒，四季冷暖的交替，多鲜活的生命，有枯萎的痕迹，是奔跑中突然袭来的风雨，是黑暗中一根火柴燃烧的光明。也许你猜不透未知的宿命，像流星飞向着它，却不知目的。可是啊，
哎呀，歇一会儿，看我都出汗呢，这个天也太热了。对呀，我们这22度，可热了，还是南风天。对啊，22度，不是广东羊，只是羊在广东。已经飘吧了半个月，墙上还不至于冒水，我摸一下，没有没有没有，墙上没有冒水，还好。我的妈呀，嘿嘿，我从来不开小太阳这边。明天雨夹雪嘛，我都没不知道明天啊，明天阴天好像是，后天要下雨。哎呀，马上要到多雨的三月了，三月真的是天天下雨，天天下雨，烦死了。我现在穿的就是短袖啊，但是我还是好热，可能是我没有不敢开窗户，我家隔音太差了。但是很棒的就是没有邻居敲我的门。还行，我的邻居只会找房东告状，不会敲门。还没有热到开空调的程度吧？开空调可能要到27、28度、28、29度，或者30度左右我才开空调。怎么可能没有邻居啊？天哪，我也想没有邻居啊。如果我没有邻居的话，那我可能住在山里，以后去山里住，去山里住的话没有邻居，天天唱到凌晨4、5点。我住的是大别土，山里肯定有网啊，只要你想迁哪迁不迁不了网，真是的，你可以找个有网的山里啊，真是的，对不对？我要有钱住别野了，我还不好迁网吗？真是的，我要有钱住别野了，我不会自己买个那个信号塔呀，天哪，我直接插个信号塔在山上。对呀。我要有钱去住别野了，我还怕没有网，真是的。你来建个城镇，你这什么玩？你在玩游戏啊？我的天哪，什么游戏还可以造房子？新路古物语吗？要不你买东西多不方便。嗯，没事啊，我那个时候我叫个直升机给我送就好了吧，对不对？对吧？做梦谁不会做呀？做梦我也会做，我做的梦比你们想的梦还要牛掰。我直接叫个直升机，你知道吗？给我天天给我投物资，空投。我这像在那求生一样。有管家吗？不需要管家，我社恐，不需要人，我一个人住。
你这个提议不错啊。你是懂住别墅的。还得是你，不愧是你。狗血精神嘛，你要喝点嘛，给我来一杯芋泥波波奶，那咋说来着，给我来个，我不会说，完了忘了，不会说，哎呀丢人了，不会说，不知道啊。虽然剪掉，对，虽然剪掉，麻烦就是那个就是就是录听的姐妹们，麻烦帮我把那一段剪掉啊，就是对吧，就记得把它剪掉。哼，你好不了一点，剪不了一点，你铁狼，你铁坏坏。我跟你说，一般被鹈鹕吃了之后，对吧，这个时候就需要蛾子来帮忙了，对吧，平常是我玩啊，被鹈鹕吃了就是他玩了，就不是我玩了，就是这个游戏的性质就已经变了，一旦被鹈鹕吃了，这个游戏的性质就不一样了，你知道吧，叫承受什么暴风雨的洗礼。今天晚上那个的话太晚了。对呀，是的，这首歌好好听。哟，杨仔晚上好啊，杨仔。哎，我们来唱歌。